九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您。接着是永续建筑奖的九泰建设，由我们邱副总来代表公司授奖。我们首先欢迎的是诚信建商九泰建设，九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。各位先进，大家午安。九泰建设多年来一直在板桥地区默默的耕耘，那为消费者创造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。非常荣幸这一次今年能够再次获得主办单位的肯定，而再次的获奖，那我们也会更加的努力，再继续为消费者创造更优质的居住环境。谢谢大家。